两个射手，虽然说有个射手愿意去辅助，但是我们家阵容很烂，而且对面是火舞加鲁班程咬金天克程咬金的阵容，他就能先把这个螃蟹拿了 A 他别急，这手补刀到达二级 A 下到二 A 二别急，等他出来按下恢复，看好啊看好，他要一闪我了，金蝉啥时候来了没发现啊，没事没事，这一波操作算是拉满了，下路被单杀了，但是问题不大。你像对面，我先跟你解说啊，你像对面这种阵容就是说啥呢，打团极其恐怖对吧，火舞吕布打野是谁还不知道，然后鲁班张飞打团极其恐怖，所以这把让你们看看顶级运营就说啥意思呢，就根本就不团知道吧。哦，还有个雅典娜，你们看顶级运营就是从始至终不参团已死，带飞队友啊。先看一下对手啊，吕布要出护手了，这个螃蟹马上刷新，我们先把螃蟹秒了，先把螃蟹秒了，往后走一下，哎，吓我一跳，那还挺高的呀，小吕布，给他一套，他刚才没有交闪现啊，先给他一套，然后刚才通过雅典娜的动向判断，我操。雅典娜是蓝开的知道吧，小心一下火舞，这火舞如果往上转我是很容易嗝屁的，看看这把顶级运营能不能赢啊，像这把我们这阵容参团是100%打不过对面的，两个射手。哦，他拿完龙他应该要去中路了，雅典娜要去中路了，然后上路现在就一个吕布，看有没有机会单杀啊，有没有机会单杀这一波，他不跟我打，你不跟我打我要找你打的呀。好，打残还想去清兵，换你一下回家吧，不走，火舞呀火舞别来了，就抓不死我，老是来抓我，但是你们家下路也不好受，对对对，这就很聪明啊，就是不跟你打，就是不跟你打，就是跟你拖。鲁班在中路漏了，我们把线断了，鸟都不要鸟他知道吧，鸟都不要鸟他，直接走，你们都过来上路我就去下路带线，好好好好，对面掉点，以阵容来说这把是不可能赢的局啊，绝境局，来整手反甲，整手反甲，刚刚为什么不反红，太危险了，身上没有护甲知道吧，对线吕布身上没有护甲，对面又是高爆发物理伤害，这个鲁班包括那个雅典娜我是都扛不住的，你看替他扛一刀要不然没了，哎，他戳得很准呐、啊，根本不戳我呀！哎呀，这没办法呀，救不了啊！反正这把就是不能团啊，团了就得输，就是靠线运营，看能不能寻找一线生机，把这个合成一下。火舞吃我的野怪，你他喵的，你看我搂不搂你，吃我野怪那你就过分了啊，越界了啊，火舞吃我野怪你是怎么敢的，跑跑跑跑，鲁班好像来了，拉拖一下蓝不要被他们看见，拉到草里他们没视野，我有反甲，我有反甲，哥们，那你这不是送的吗？先换一个，可以可以，好起来了，好起来了，好起来了，继续带线。鲁班这英雄打团太猛，打不过我的呀。或者把这个雅典娜留一下。哎，鲁班，我有反甲了，我有反甲了。反甲无敌，反甲牛逼，炸死你，炸死你！人呢？哥，看着两个人在我后面。
打不过，打不过，不团了，不团了，这一波又白给。然后看一下雅典娜位置，他在这里蹲，可能是这个蓝快刷了。哎，能杀吗？好像可以。哇，厉害厉害，大节奏，鲁班直接制裁都给我安排上了，他也是感受到我的威胁了。开龙开龙，我这一波牵制满分的。你们要不守上路，要么去打龙，看你们怎么选择，总要取舍的对吧。派来个吕布跟我打，有点瞧不起我。我觉得吕布是我的对手吗？啊，不尊重我。火舞复活了，这波 1v2 啊，兄弟们，我大招马上好。他可能不知道，他不知道我 CD 这么短，利用他这波心理。火舞呢，不知道我好了吧，兄弟，没想到吧。确实火舞吕布算个屁呀、啊，业绩拉开一下。雅典娜在我家为所欲为，这波把吕布单杀一下，才 A 2 A 乘 A 减速 A 去死，大招都开不出来，还敢捏大，跟我对线还敢捏大招，怎么敢的。雅典娜呢，雅典娜没露位置，去反我家蓝了。你在我家为所欲为，我在你家为所欲为，行不行呀、啊？行不行呀、啊？咱就是说，无敌节奏。这个红我不敢反啊，鲁班是对我头号威胁，鲁班是我的头号威胁。鲁班这个英雄太克制肉了，不打不打。分析战局啊，一定要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。来了来了，雅典娜白给。7-1，你这么送，我就不信你们不输。换个复活甲，打不过，先提啊！撞墙了，我靠！糟了，不该团，不该团。哎呀，飘了飘了，团什么呀？今天非死在团身上了，真不能团，真不能团，我靠！换个二把线清了就行啊。不团了，不团了，不团了，再也不团了，不团了，不团了，不团了。他们龙只有一条，我在这边危险的，队友那边就很安全。我这边很危险，他们应该在我这边，先把龙断了，看他们清哪边吧。不对，中路压力很大呀，这一波。我不管了，所谓富贵险中求，扛不扛得住是你们的事，哥要办大事了。来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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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下一个，拜拜，拜拜。根本没想到我会逆向思维往这儿跑吧，肯定从这里包我了，知道吧？肯定从我的后面包我了，根本没想到我会从高地跑吧。今天带不死你们，我靠！我告诉你，我要是回头这边得7-8个人，知道吧？一换一没事，逆风一换一等于赚。火舞出了个自梦魇，没用了，现在带先带死你们。我操，糟了，我不管了，我单杀一波火舞。剑到弦上，不得不发了。回不回来你们？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我要笑死了，今天给他们牵制死啊！今天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运营，什么叫宇宙第一千小军的运营，好吧？牵制死他们，一个个都别想动，被我牵着鼻子走吧。
绕一圈就带下路，绕了好大一圈啊，应该看不到我。给他们，给他们，牵制就行了。放放放放放，该放的龙直接放。开始撤退，别团等人齐，开始撤退。想一波我们是吧？鲁班来了，鲁班看不下去了，看不下去包我了，没关系，我能跑。好，把龙放了，请求集合，把龙截一下。收藏了视频就要对他复合，可是真男人的诚心。火舞不要早死啊，火舞。来来来，你过来，快跑，来了好多人，跳个大墙先走。糟了，哎呀，没事，又拖了好久了，得出那个怒魂了，把这个装备换了啊，或者苍穹或者怒魂，哎，来个苍穹吧，反正带线又不打架，来个穿墙的，等会穿墙跑。等会他娘的穿墙跑。糟了，正面团是真的团不过。哎，可以可以，这个金身很细节。哎哎，加加加，阿克，加加加呀加呀。哇操，还得个替你们擦屁股呀，怎么全死了？糟了糟了糟了，管不住了。哎呦，棋差一招啊，还是个主播啊，这谁哪个主播的吕布啊，兄弟们被我干穿了，还是个主播呀。